迎您收看给你点亮心灯。我们节目今天一开始要再来看莲生法王香江行，在2010年7月27日晚上来到了香港普明同修会，这是新成立的真佛宗道场，由莲花少东上师负责。莲生法王亲临之后也慈悲地写下佛记，普化沙婆界，明了生死法，同心齐修密，汇聚圣贤众，参禅发智慧，正见涅槃成。由于场地有限，普明同修会的另外一头的饭店还聚集了上千名的弟子，诚心等待莲生法王灌顶加持。而在这一头的普明同修会里头，莲花少东上师首先带领大家做忏悔，祈求根本传承上师环境，现场非常感人。我们就来看当天莲生法王卢胜彦的宝贵开示。敬礼两名和尚，沙迦正空上师，16世大法宝门喀玛巴，图登达尔吉上师，敬礼普门同修会坛城三宝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还有普门同修会少东上师，所有的普门同修会的理事、建事、执事所有的义工，大家晚安。这次来香港，今天算是第三天。以前来香港就有一个感觉每一次走的时候好像全身都非常的轻，因为已经被榨干了像说什么来这里啊，玩一玩啊，吃喝玩乐啊，聊聊天啊，是没有这回事的。下次我也不太敢相信。这个这几天呢、天气还不错那么好像又打雷了，昨天晚上又打雷有听到这个今天第一次碰到下雨，碰到下雨，这个因为要灌顶这个祁隆白财神，因为祁隆白财神他本身喜欢这个沐浴那么现在呢我住的那个套房有瑞银霄瑞银的霄，对，瑞银霄就是下面，那祁隆白财神灌顶祁隆白财神有下雨才叫做相应，那么下雨呢不用去遮伞不要遮伞，我常常讲这个下雨这个一滴祁隆白财神那个水弹出来一滴等于1000万，遮伞就遮住了，对不对？把钱财都遮住了灌顶祁隆白财神有下雨的现象，
那这是很好的项目。那这个普明同修会少东上师讲是刚成立的，才一年，才一年。那么少东上师指定说要讲一些这个真佛密法的殊胜的地方。那其实要讲这个是很，这个题目是很，范围是很广。今天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供养，好，供养。一般来说，活菩萨他是无心的，无心，他不要求众生给他什么供养。从来没有要求，因为他的境界很高，任何一个供养他都可以不需要，因为他的境界很高，素食的东西啊，他也便不要。所以在密教来讲起来，你供养活菩萨，以自己心中最欢喜的去供养，那就对了。因为有人认为啊，这个供养啊，供养活菩萨，是不是一定要吃的呢？这个一般中国人就是吃的为重，吃的是第一重要的。你去扫墓啊，都是拿这个吃的东西啊，去祭拜祖先啊，拜祖先也都是吃的。那外国人呢，他也不是说不重视吃的，他们就是一朵花，他们就只是在坟前献花这样。所以外国人他就笑中国人，你看嘛，那中国人在扫墓都是用这个饭啊，他生前最喜欢吃的东西给祭拜祖先，就笑笑说，这他们会出来吃吗？会爬出来吃吗？那么中国人也笑外国人，他们会爬出来看花吗？啊，同理啊。这孔夫子讲了一句话，敬神如神在，你尊敬他等于他就是在。每一个地方习俗不同，彼此要互相的这个恭敬，互相恭敬，这样子才对。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的特性。那么供养呢，活菩萨来讲起来，你以自己心里最喜欢的供，但是供诸天就不一样，他喜欢什么你就供什么。例如七龙白财神，你就要供沐浴水啊，沐浴就是水加一点肥皂粉，就叫做沐浴水，因为他喜欢。那么供金刚护法，
一定要酒，那么一定要生肉，那不一样的，每一尊神，每一个护法的供法通通都不同。啊，像密教里面呢，你祈求息灾的，你要供白色的，争议的要供黄色的，敬爱的要供红色的，降服的要供蓝色的跟黑色的，它有一定的这个规矩。啊，没有供品呢怎么办呢？一个清净水也是可以供养，因为以前在印度啊，在西藏啊，他们的拿到了这个干净的水不容易，只要有好的水你都可以供养啊，这是属于供养方面的。那最重要的，今天晚上是祈龙白财神，那么一定要供沐浴水。你有供沐浴水，都是沐浴水吗？跟七个水晶。都有放这个肥皂粉。那大家都明白这个供养的这个重要。其实像供这个食品啊，跟供花啊，这个习性不同。有一个旧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一部飞机啊，有一个飞机在飞，小飞机啦，载着四种人，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美国人，啊，四个人在飞行。结果这个小飞机的这螺旋桨故障，它凭着滑翔只能够载一个人，其他三个通通要牺牲掉。这个民主性啊，比德国最强。德国的民主性很刚烈，这个德国人就站起来，多一己，德意志，多一己万岁，就嘣，他就先跳出来了，剩下三个人。这个美国人讲说，他美国也有精神，美国也有精神，他也站起来。American 牺牲掉了，这 American 的嘣跳出来。这个中华民族啊，中国人他也站起来，他有民主性。第三个走到这个机舱的门口，啊，这个日本人看了很感动，哇，中国人的中国民族魂，啊，非常伟大。那个日本人呢，就走过来，就讲说：“阿里亚懂，阿里亚懂。”然后就用手握他。就中国人一脚就把日本人踢下去。中华民族万岁！一脚就把日本人踢下去。啊，这个是属于民主性的，啊，民主性。啊，中国将来一定会很强大的。因为他把这个所有其他国家的这个
通通给他干掉。啊，这个是民主性，民主有民主性。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这个阶段，我们就继续来看莲生法王卢胜彦在香港普民同修会的开示，谈到了灌顶的等级。这个中国密法的灌顶，其实以等级来讲起来，有四级，初级的，就是用水的灌顶，用水。叫做瓶罐，瓶罐，这个包含了所有的诸尊，都是用瓶罐，所有的诸尊都是用瓶罐，你灌哪一尊，都是用瓶罐。那么修道比较高级，进入了这个圆满次第。才叫做恶贯。那么恶贯呢，是以白菩提跟红菩提来贯，那么就是用红色的花代表红菩提，白色的花代表白菩提，两种。那个修这个红白菩提，白菩提跟红菩提都属于明点，就是用点来灌顶，修圆满次第，包括无漏法，包括着佛法，包括明点法，这个是比较高层次，比较高层次的灌顶。那么第三观我们称为无上密观点，无上密观点就是属于触观点，接触的观点是属于无上密的观点。男的要接受这个无上密的金刚亥的无上密的观点，那么女的必须要接受空行母的观点，这是属于三观的范围。那最高的观点是大圆满观，大圆满观就不拘形式。密教到了最高了，是不拘形式。密教刚开始的时候，所有仪轨通通要照办，所有的仪轨一定要周全，就好像我们这个修行一样，刚刚开始读幼稚园的时候啊，你要学习种种的这个礼节啊，这个到了这个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那么研究院、硕士、博士是有等级的，修行也是一样有等级，那么范围非常的广。真佛密法它灌顶它分为四级，瓶灌、发灌、无上密灌、大圆满灌。那目前我们的灌顶呢，都是在瓶罐的范围。那瓶罐呢，它有时候用水，有时候用诸尊啊，每一尊每一尊跟你触顶。那么有时候啊，撒米，有时候用这个幡，用幡呐，用这个法船呐，给大家这个灌顶。那是另外一个变通的办法啊。我讲过啊，像在体育馆，像在红磡体育馆，要一个一个给大家灌顶都很困难。
那以后呢，如果还有机会去红磡体育馆办法会，我是想说有机会。那个时候呢，每一个人呢、啊，这个自备一个矿泉水，啊，矿泉水，还有主办单位卖，然后每人一瓶进去，啊，师尊就招请，啊，那一尊的主，那时候要灌顶的主尊，啊，下降，啊，加持每一个人的矿泉水。然后你们自己就往自己的头上倒。这个就是方便灌顶，没有办法一个人一个人灌了，因为实在是人太多，一个人一个人，这个在你的头上啊，用瓶啊这样倒瓶，这个灌顶就是这样。那么灌顶其实也有好多种，好多种。那么也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那么我们修正佛密法，等于是修一次就灌顶一次。我自己今天呢、啊，已经就灌了很多顶。你没有看到啊，你没有看到师尊在灌顶啊，啊，为什么？你没有，也许你没有看到，就是很多的无形，他过来呢，他就给你灌一个，他从虚空中下降，像我们照到那个波叶光，一圈一圈的。他有时候他就给你住在顶上，就给等于。他来给你灌顶，多少波叶灌？几百、几千、几万的波叶灌，每一尊都给你触顶，每一尊都在你身上显现。啊，有一次我在西雅图雷藏寺做双杠，慢慢有弟子拍照，一拍。我的两个这个腋下有两个波叶光，那同门就讲，这个同门就讲，师尊不是，啊，师尊本身啊，可能啊没有那个力量可以做双杠。是那个波叶光的力量撑住师尊的这个两个这个腋下，把它抬起来。他就是这样子讲，他说师尊有这个波叶光帮忙。我说你来试看看嘛，对不对？看看有没有波叶光会帮你。啊，将来啊。希望这个波叶光的力量很强大，这个不只是在做双杠的时候，还可以凌空吸度。从一个山呢、啊、走到另外一个山，从另外一个山顶走到另外一个山顶，飞到另外一个山顶。再请更有力的波叶光，把这个整个法座统统都抬起来，在虚空之中转。可以在虚空之中说法，然后呢，整个法座呢，在红磡体育馆的这个上空之中呢，绕几圈，绕几圈再下。这个就很有意思，
如果把师尊一个人抬起来在虚空中飞啊，不太好。因为喇嘛琴底下我要穿。那是不太好。真的灌顶哦，很奇怪的，很奇妙的，是有法力的。很多人受了灌顶以后，他很有感应的。你记得像那个香港足球场的那个那一次的灌顶吗？我那一次也照出很多的波叶光，啊，一圈一圈的波叶光，一圈一圈的波叶光。嗯，那个是有法力的灌顶。啊，当场有讲，要叫坐轮椅的站起来。啊，那一天刚好有一个小孩子坐轮椅坐很久，坐好多年。一把浮尘灌顶，浮尘啊，这样一扫过去，那个小孩子就从轮椅上站起来，而且更好。有本来眼睛盲的，他能够看得见；耳朵聋的可以听得见。连满上师的这个侄子、啊、侄女还是连满上师的侄子还是侄女，头上左一个长一个瘤的，一扫，那个瘤就好像这个牛皮癣一样啊，就崩，它就掉了，这个头上还是平的。真的是有那一种事情，啊，发生很多的这个奇妙的这个病业消除的这个例子。所以，一个修行的行者，他的这个福德跟功德够的话，行者的法力发挥出来。很多神妙的事情，像波叶光呢，我们弟子所照到的这个波叶光，远远的，其实里面都是坛城。都是诸尊下降。所以真佛密法是很灵验的。很灵验的。真佛密法你修了，对于入世法很灵验，对于出世法也很灵验。只要修到相应了，你跟观世音菩萨相应，你等于就是观世音菩萨，有观世音菩萨的法力。啊，你跟莲花童子相应了，你就等于莲花童子，就有莲花童子的法力。你跟阿弥陀佛相应，那你可以保证你一定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欢迎收看给你点上心灯。今天我们的节目前半段就再来看2010年莲生法王卢胜彦在香港普明同修会的开示，谈到了修持真佛密法的灵验。这个灵验呢，不是一般的灵验，啊，不是一般性，就很特殊的。
我们去欧洲旅行呢，看到那个洗砚池啊，这个洗砚池，这个有人去洗砚，就是一个旅行团到了，打开门，很多人跑下来，去罗马的这个海神的那个洗砚池那里去洗砚，很多人跑过去，有一个先生先跑过去，就在洗砚，这太太从后面过来，哇，他太太是很凶的，他第一个把先生推开，怎么可以你先洗砚？我应该先洗砚，他就拿着这个钱，啊，在欧洲啊，他是把钱抛出去洗砚的，他把先生推开，要洗砚，后面的人又挤上来，啊，就把太太那个挤到这个水池里面，掉到水池里面，他先生在旁边看到了，说：“哇，好灵感。”他先生在洗砚啊，希望太太能够掉下来。那个不算是灵感，那是一般的。我们真佛密法的灵感，有时候祈求，你一祈求，他就应。啊，师尊出门。去这个柬埔寨，去缅甸，去泰国，这个奇异的很啊！这个雨呀、啊，下雨的那个雨呀、啊，他都听师尊的。每一次我们上游览车，这个雨就下得好。雨就下得很大，啊，到了这个景点，它雨就停，让你看，不是一次啊，一次你说那是巧合，每一次都这样，啊，去的人举手，只有一个。是真实的、啊，寒雨雨就来，啊，明明这个雨啊都好像要下来了，我们还在参观的当中，它不会下来。我说我一脚踏上游览车的时候，那一只脚一跨上去，马上雨就下来。天气很热，实在热得不像话，叫云来，云就来，就把太阳遮住。就有这么多神妙的事情。不过这也是自然而然，因为你的意念发出去，佛菩萨知道了，佛菩萨照你的意念来帮助你。所以真佛密法非常的殊胜。那师尊本身啊，本来身上人家佛啊，师尊是人家说啊，师尊是佛，应该要有一些佛的记号。我以前是没有什么佛的记号的，刚出生的时候哪有什么记号？因为你当佛嘛，大家都叫你佛，开始就产生佛的记号，它自然就生出来。
啊。自然，自然就是那个一般佛佛啊，他的脚啊要有虎皮斑，要有虎皮斑啊，哪里有虎皮斑？我那时候脚两只脚白白净净的，哪有虎皮斑？没有，就是被年龄上师害的。年龄上师带我去欧洲啊，去欧洲玩，去希腊，人家只去三天，我们去了九天啊。希腊又没有什么东西好吃，什么都没有，就只有阳光、紫外线，晒得我两只脚就变成虎皮斑。都是年龄上师害的，害我现在啊、哦、都不敢这个游泳，因为两只脚啊都是红红的虎皮斑，你就叫我怎么办？佛佛啊，你知道金刚神都是披着虎皮的，佛佛一定要有虎皮斑的，你知道吗？人家去三天，他去九天，害得我们那个吃饭的台湾同门一看到米饭，眼泪就流出来。真的，林立人呢、啊？林立人跟着我们去啊，吃了九天，九天的那个希腊的餐，希腊餐是天底下最难吃的餐。就是莲林上师讲的，他说讲说我们到了那里就是入境随俗，一定要吃希腊餐。最后一天终于找到一家中国餐馆，那个饭一端出来，眼泪就流下来。好了，没办法了，你们都要看我的虎皮斑了。很恐怖的，很恐怖的，很恐怖的，不露了，不露了，不露了，有没有虎皮斑？有，就是老娘露一腿给你。我不现在不敢游泳啊，我以前两只脚白白净净的，我穿热裤的，现在呢哪里敢给人家看，你看两只脚都是斑，都是虎皮斑，这个实在我现在不敢游泳。还有胸前有一个万字啊，好好好，哇，真的是万字啊。我胸前本来有个万字的，在西雅图雷藏寺的同门都看到我胸前的万字。那么这一次呢，因为天气热啊，这个晒了很多次的太阳，这个万字啊就结合在一起啊，成了一个圈圈，一个黑黑的圈圈，不是有我画东西画的。应该还有，有没有？有，就在正中央啊。Yes， 啊，谢谢拍摄。你没有看到？有，特别给你看。有没有？一个圈圈嘛。要要，对，波野光啊。他住在正中央哎、欸，那手上呢有如意雷呀、啊，手上有如意雷呀、啊，这个手背啊有笑命鬼王啊，大家看一下哪几个？有一个人的脸，两个眼睛。啊，一个嘴巴好大，还有一个中间一个鼻子弯弯的，
啊，鼻子、嘴、两个眼，笑面鬼王。是不是？啊，以前看过笑面鬼。但是这个反顶穴。还有这个头上一个顶穴，这个出入自由，我晚上才有自由，白天没有。这个都是有的啦，你要当一个佛佛啊，你要叫莲灵带你们去西腊，就绝对长出虎皮吧，长不出来就不是佛佛啊。你看莲灵长不出来，不过他不错的，他是紫莲花童子。他也是开悟者，真活密法的修行在感应上不得了，入世很多的响应，很多的感应，出世你都会了解这个宇宙之间的真正的道理，明白了这个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你了解什么是净土，了解什么是寄生成佛，了解什么是佛性，到了最高的释迦牟尼佛讲最高的第一义，我们都了解。莲灵上师他也知道啊，有几个上师都是了解，都知道第一义。你知道了第一义，你可以讲佛的道理，一切都非常的清楚明白。马上你了解了第一义以后，就顿开智慧，你的智慧就打开了，无穷无尽的智慧在你的身上，这个可以成为人天之师啊，人跟天的师啊，不只是神通啊，神通算一般一般而已啦。如果讲神通，我们称为一般一般而已，你执着神通还是会下地狱，因为神通的本身呢、啊，不过有一些依通，你依照某一个来通的现象，那感应呢、啊？其实也是一般一般，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修行能够证到果位，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真活密法可以讲是完全齐备，完全齐备了。你入世法，你可以习斋，可以增益，可以降伏，可以敬爱。啊，出世法，你本身来讲，你可以到净土，了生死，断烦恼，成就佛果。所以这个是最佳的法门。在现代的真活密法，在现代来讲起来是最佳的法，一定大家修行了，一定有成就的。我们的头上要顶着我们的上师，好像师尊来讲，
那两名和尚，沙迦正空上师，两名和尚已经有资料，两名和尚就是太平天国石达开的一父子，他是两名和尚。一父子，石达开的一父子，三岁出家，法号叫了明。了明和尚，就是我们的。那个沙迦正空上师，就是德松仁波切。少宗上师有跟德松仁波切的第三世德松仁波切见过面，那是第三世，我见到的师父是第二世。这个西雅图的沙迦庙就是德松仁波切盖的，因为达钦法王的妻子的哥哥就是德松仁波切，对吧？那个十六世大宝王卡玛巴是在纽约上州，我在那里医治他的。图登达尔吉上师，那就不用讲了，连香港的都知道，香港的弟子都知道。他有一次跟我讲，这个师尊啊，这个你的这个前世的法本都在我这里，你是不是要拿回去？我说就放你那里好了，我也不用拿回去，那是我前世的法本都在他那。他说要我拿，因为没有给他拿，所以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所以这个都是有因缘的。我们修行都是有因缘，大家在一起都是有因缘。那你学习的真活密法也都是有因缘，将来成就也都是有因缘。我也在这里祝福大家每一个人身体健康，每一个人都 long life。每一个人的修行都有正念，将来每一个人都修行成就。那么我们的超度那更不得了，哇！再怎么样子的，只要碰到我们有这个密法的上师，都可以接引往生。跟一般的超度不一样，我们直接把法船请过来，把所有的幽冥众载上法船，自然就能够登上彼岸。一切都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叫做出不了 school。 我妈那边没有
这是莲生法王卢胜彦在普明同修会的法语开示。由于场地的关系，在旁边另外的饭店早就挤满了上千名的弟子，他们从晚上6点就苦苦地等候莲生法王亲临加持灌顶。我们现在就来看当天的实况。灌顶这个满愿法，那么满愿法呢，就是满足你自己目前的愿望。如果你想要有一栋房子，啊，你就观想那个房子在你的头顶上，啊，你如果想要有一个好的婚姻，那么女生呢就观想白马王子在你的头顶上。男生呢，就观想这个苗条淑女在你的头顶上啊。那你如果想要有孩子呢，没有孩子，你想要有孩子，那你就观想一个 baby 在你的头顶上。那你想要最重要的，你想要有钱的话，有 money 啊，你就观想。这个人民币最高的是多少？100块而已。100英镑啊！100，像山那么高啊！观想在你的头顶上，你如果能够一刹那之间受灌顶的时候啊，这个所有的你都能够观想在你的头顶上，房子、车子。啊，男女朋友，还有这个美金啊，人民币，通通在你一下子你都能够想得出来的话，你就尽量想。这是满愿法啊，给你们特殊的这个满愿法，让你们能够很快满愿。另外呢，你如果身体有病了，你就观想你有病的地方。他就帮你解除掉，啊，还有一种所谓环境法，你就观想白色的光照你的身子，你就变得非常清净，啊，能够好好的修法、持咒、入山昧地，这个是环境法的观想，只观想白色的光照你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属于出世的。入世的，你就光想这个房子啊、车子啊、土地啊，这个男女朋友啊，这个钱啊，啊，反正你能够想得出来的，尽量想就对了。所以人家有问了，第那个儿子女儿不听话，还有老公不听话，怎么观想？儿子女儿不听话，老公不听话，啊，真是很麻烦观想。我告诉你啊，你观想红色的线，红色的线把你老公绑住啊，或者是那个小孩子一样不听话的，用红色的线给他绑在你的头顶上，头顶上也是在头顶上。好的，谢谢大家。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么晚的时间，这饭店的餐厅内涌入了如此多的信众，诚心守秩序的祈求满愿环境灌顶。这个时间已经将近晚间10点，莲生法王卢胜彦忙了一天的行程，看到这么可爱的弟子，一点也不觉得疲惫。真心希望大家接受灌顶，实修真佛密法，人人成就。谢谢师傅。